既然要比赛的话，有没有规则？有。最好要，对不对？第一条规则，你觉得上课可不可以讲话？不行。哦，不可以讲话，很难过。会不会？上课听好喽，只要你有举手，我就会让你讲话。但是你如果没有举手，你就讲话，我就会看你，然后你一直讲，我就会把你警告一次，警告两次。我刚讲过了，你们队就要罚三支球，同一队的哦，同一队的哦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到你的队友在讲话，你就要告诉他，哎，狗，看多维西老师在哪里？不是要上。对对都可以，对对对对，你只要告诉你，因为我，譬如说他一直讲话，我会用眼睛看他，看五秒钟，他只要五秒钟之内没讲话就 OK 了，徐老师就不会警告他了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你要注意哦，这样知道吗？对，好，你可以讲话，你只要举手就可以讲话，还有一个情况也可以讲话，什么时候你可以讲话，知道吗？有没有知道？发问就是举手发问了啊，还有的时候就等一下，因为徐老师，哎，你说，哎，问问题，对啊，问题对，好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。徐老师的问题会让你们四个人去讨论，因为你们四个人是同一队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刚刚棒子拍好了吗？拍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要赶快把答案告诉第一棒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那第一棒如果第一棒如果讲不下去，就可以把棒子交给第二棒，知道吗？只要，譬如说老师徐老师刚刚问二加三等于多少，对不对？只要你们四个人怎样把它讲完，你就过关了，过关就可以得到徐老师的熊熊了，这样知道吗？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哦，所以你们讨论的时候是可以讲话，怎么讲话都没关系，知道吗？有一点很重要是什么，知道吗？如果譬如说老徐老师抽到第二组，谁是第一棒？谁是第一棒？好，假设你哈、哦，徐老师只会在这里，你讲错都没关系哦，讲错答错那都不会被扣，好、哦、都没关系。但是徐老师不能让你一直在去他后不讲话，徐老师只会等你十秒钟，十秒钟你不讲话，徐老师就走了。你就没有得到熊熊的机会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只要一开始抽到你第一棒啊，我不会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第一棒你只要讲话，你就啊，徐老师我还要再想一想。你只要有讲话，你就可以把棒子交给什么？第二棒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你记得哦，千万不要十秒钟都没讲话，你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哦，徐老师就要重新抽签了，这样懂了吗？那你就没有得到熊熊的机会了，这样好不好？那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，第一名可以得到几张？所以就加油了啊！好，那徐老师开始要出问题来问大家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可以的哈。啊，对，我忘记一件事最重要。我刚刚还有规则，第二条忘记，就最重要跟你讲，三加二等于多少？有一个同学说三加二等于九。啊！我就是讲这个。对。请问你刚刚那个动作，你觉得好不好？三加二等于五，大家都知道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我就笨笨啊，啊，我就讲九啊，啊，可是你刚刚是不是笑我？你觉得我会怎样？很难过。对，你好聪明哦。所以我们在徐老师的数学教室里面，徐老师不容许同学笑人家哦，你知道吗？像你们刚刚这样笑我，会很难过，能知道吗？所以万一你不小心笑出来怎么办？你觉得怎么办？他刚刚不小心笑我怎么办？对不起。哦，你们班太聪明了，庄老师把你们教得太好，你就赶快要跟人家说对不起，知道吗？那、啊、我这样子就心里就比较舒服了，不然你们都一直笑我就很难过，所以我数学课我就会觉得很讨厌，这样知道吗？可以啊、哦，就这两条啊，上课要举手，要不要笑人家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开始要来玩了，来，你们念一遍。假装哈、哦、果冻，这样是一颗果冻哈，一个圈圈一个果冻。等一下你画出来不是这个的，我不要。你不要给我画很漂亮的果冻，我不要。这样就是一个果冻，好不好？好，老师徐老师希望你用画图的方法讨论一下。如果你不知道，讨论一下画图的方法，可不可以帮徐老师把这个问题画出来？然后你要告诉我可以装几袋，可以吗？我、哦、给你两分钟，开始赶快。可以跟同学讨论啊，徐若，嘿。哎，同学，你没哎，徐老师说画图的方法哦。你笑同学，跟人家说对不起。对，很好。对，你要听清楚徐老师的哦。虽然很简单，可是徐老师要的是什么方法，你要知道哦。不是我的方法，我就不会给熊熊哦。
你画完的时候可以跟同学讨论一下，看对不对哦，好不好？哦，太聪明，太厉害了。不是，我等一下要抽签，如果抽到你的话，你要记得要把你的第一棒照顾好哦。等一下抽签是从第一棒开始讲哦，所以你要告诉你的第一棒要怎么讲哦。他如果不会，你要告诉他哦。好了吗？好了吗？还没。好了。还没，我在等一个同学哦，在等。可以吗？我的没。还没。你呢？好，徐老师说停的时候就不能再画了。你没画完没关系，等一下你用讲就好。来，停，把笔都套起来。还没完没关系，等一下可以用讲。笔套套起来，我要抓最后一个人的哦，因为有抓到了就会被我警告一次哦，警告两次，警告三次啊，警告三次就会被我罚三次。好，徐老师跟你讲，你答错没关系，所以你不用紧张，好，因为你后面还有强棒在后面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就尽量的讲，好不好？啊，但是哦，徐老师要跟你讲，一开始你如果不会的时候，你要赶快问人家，要不然你都不会讲，你就丧失机会了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同学你帮我抽一下吧，来，你用你的幸运之手吧，大声的告诉我多少。一好，第一组的第一棒是谁？来，啊，就是你的。好，来，那你请你来讲一下，你画的是什么东西？来，跟我讲一下。嘘，注意听他啊，你要出来讲啊。啊，后面的方式准备哦，哦，啊，你要注意听哦。如果等一下啊，还有一个同学被我警告。对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徐老师一直看你吗？对，人家在上课，你在画图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样好不好？不好啊、哦！好，徐老师，这次原谅你，好吧？注意听哦，来，好来，我们来听听看这个同学哈、哦，哎，志成啊，志成，来，你看看你画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来。就是那个四三十二。徐老师，等一下，徐老师，这里哪有四三十二？对啊。你不要紧张，我要看这个题目画图哦。你想太多了，来，再讲一次，来，你画的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三个装鱼蛋。哦，徐老师，题目有没有三个装鱼蛋？请问你的三个装笔袋在哪里？笔给我看。哦，这里可是你笔只一个，这样一个而已。哦，这样哦，这样是三个。哦，你来，谢谢你啊、哦。他觉得这样是三个，他说一二三四，哎，四个。哎，你坏习惯。没错，坏习惯要改过来哈、哦。那没关系，你表现很好了、哦。你第一棒，他第一棒把它跑出来，对不对？很棒。来，第二棒谁？啊、你来补充一下吧，来用这张就好了，用这张就好了，出来出来，好来。你只要把徐老师的题目讲清楚就好，你不要想那么多什么乘法、除法，那不要，不要想那么多啦。徐老师这个好玩的，来说说看啊，你他这画，你觉得他画的你 OK 吗？你同意吗？同意啊，你可以讲吗？你可以讲。来，现在我们在比赛，对不对？小鼎啊，小鼎。来，我找裁判他们。来，你帮我当裁判来，你讲的话裁判要听到，好吧？来，你讲给裁判听的。怎样？你讲得很好，刚刚讲得很好。裁判注意听哦，看你们听到来。裁判有没有听到？他讲什么？你说一次，裁判。三个装。好棒哦！你讲的裁判有听到。来，三个装一袋在哪里？哦，等一下，比清楚，比清楚在哪里？哦，他说一二三，是不是三个装袋？你觉得是不是？那个市场你觉得是不是？三个装袋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刚刚觉得你比刚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刚刚这样子比，对不对？你刚刚这样，他刚刚这样子比，对不对？一二三四这样，对不对？不对嘛，是不是？是不对。所以三个装袋是这样子嘛？你自己画三个装袋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好棒，来掌声三下，美庆。太麻烦，来徐老师教你怎么拍手啦，预备，看我哎，掌声三下，预备，进，好吧，预备，进，漂亮，来，还没完呢、啊，等一下，他只有告诉我三个装笔袋，他还有什么没告诉我？第三棒，第三棒，加油，第三棒，你什么没告诉我？题目里面还有什么没告诉我？你只告诉我们三个装笔袋哦。还有吗？十秒钟。十。知道吗？哦，
你刚举手，不要不要来。再一次，可见你们都还不是很清楚。我跟你讲，手放下，不要举手，记得告诉我，你自己知道没有用。你要把答案告诉所有同一组的人啊，对不对？像他这样，你看他刚刚犯了哪一条，你知道吗？他不能再，因为他十秒钟没讲话就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徐老师再给你一分钟，讨论看看图里面怎么讲这件事情，给你一分钟可以吗？赶快讨论，快点来。要讲要讲，讲给同学听听看，会的要讲给不会的听听看。知道，再讲一次。哦，对对对，你会讲啊？你会讲没有用啊，他们两个要先讲啊，所以你要叫他们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会吧？你会吧？你数学最强。最多。厉害。我觉得你像第一棒，我想要你做第一棒，你说一次给我。好，用这个，用这个。漂亮，我知道。来，我要说的，来，停。好，停就不能再讨论了。来，刚刚是你嘛？好，来，这里帮我抽一张来。五，哦，恭喜你，来，第一张，请出来，赶快拿一张纸，随便拿一张都可以，拿一张随便拿一张，用他的比较大，他的比较大，他的比较大，比较容易拿出来。啊，我们找一个当裁判好不好？来，红色衣服那个同学，你当裁判哦。来，你要讲给裁判听，来，请说。题目，来，题目的都要讲哦。你请问你先要讲哪一个？哎，不是，看题目，题目有什么？12个果冻。哦，十二个果冻你们有吗？刚好有十二个。哦，十二个果冻在哪里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哦，恭喜他过关了，对不对？十二个果冻，那、啊、还有嘞？而且呢，题目还有3个装一袋。好、哦，三个装一袋。然后刚好3乘以4。哦，3乘以4，等一下，同学。我不要让你讲，我是说三个装一袋在哪里呀、啊？1、2、3。好、哦，这样我就懂了啦。对，我又没有叫你说怎么算，对不对？三个装一袋，对不对？三个装一袋。那请问你最后需要什么一个问题哦？总共可以装几袋？可以装4袋。好，4袋，来看看哦，4袋在哪里？说说看，4袋在哪里？1、2、3，换一袋。哦，一。哦，讲得好清楚，对不对？裁判，你有没有听清楚？听清楚吗？有没有？大家听清楚吗？有没有人有问题要问他的？好厉害哦，第一棒就把他们问掉，来，掌声三下有请。你真是厉害，来来送一只熊熊啊哈，第一只熊熊送出去哦，来拿着，第一棒太厉害了，第一棒就敢全部讲啊。来，还有很需要的题目超多的，再来。我看你们画图都会画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更难一点的哦。是，别紧张，可不可以请你用数学的算式？哎，听好，听好的题目哦，听好的题目哦，用数学的算式把这一个你刚刚画图的，你怎么画出来的，把它记录下。数学算式用加法、减法、乘法都可以。来，开始，给你一分钟。哎，先讨论，不要写，先讨论。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有的同学不会啊，你要先讨论完了再写，好吧？先告诉不会的同学，快点，来，用什么方法？没水好来，马上给你看。来，还给我啊！你要还给我，来。还有谁没水的？我你也快没有了，来。快没有，没有再跟我换了，没有再跟我换。赶快，再想一个算式出来，要不然等一下抽到你们就不会了啊。好，可以的哈、哦。看你们，来，我数到3，1、2、3，在这里，我要抓人了、哦。我发现你们都没有讨论，也就是说，个人写个人的，那很危险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不会讲。徐老师跟你讲，徐老师不要答案对哦。你告诉我四代不会得到熊熊，你要告诉我你怎么知道四代啊？那是用什么方法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现在要用你数学的算式，你写写看好不好？来，你帮老师抽一张来。大声说！哦，又是五了。好，来换你了，换你了。可是不要紧张，他们都没写。来，我等你十秒钟，请说。来加血嘛，哈。十秒钟等你啊。没有，他刚得了啊，所以那就换他了、啊。
你会不会要不要写算式？哦，所以来很快啊，十秒钟快到了，来请写。好，那没办法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所以各位同学，刚刚讨论的时候你们就个人就在买，就一直写自己的，都不照顾别人，现在就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没办法。要你看了人家他其他组都有写了，来我看一下，帮我抽了啊，徐老师抽好不好？好。二，来，帮你们来，第一棒谁？第一棒，来，你说说看。来，请说看你写的是什么东西？三乘四等于十二。老师很好奇，徐老师很好奇，这个算是怎么？你怎么想的？这个三什么意思？三个果冻，同意吗？不同意。哪里不同意？好，来，没关系，看四嘞。不晓得，你很好了，来，第二棒来接一下吧，第二棒。来，但是你看哦，像这一组这样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。你有没有发现？谢谢。哦，不是，坐下，来坐下。所以徐老师在跟你说，哎，停，你要犯规了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因为徐老师说过了，犯错都没关系，知道吗？别紧张。那你要讲哪一张？你的还是他的？你要讲这一张，好，来。所以你们现在我们班的同学就缺少讨论了，好、哦，来说说看什么意思。哦，不，我先讲三啊，三什么意思？三就是三个果冻。三个果冻怎样？然后关成一个就是一个这个，然后关成四个，所以是四。然后总共就是十二。来，现在徐老师有个问题，来，我们回头来看这个题目哦，来，题目有三个一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他写什么？他写三，好，这个我懂。他说这个是三个装一袋，对不对？请问你题目有没有这个四？没有。啊，对啊，是四怎么来的？不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就跟你讲，徐老师的问题没那么多。来，第三棒是谁？来，你要讲吧，四怎么来的？你觉得四是怎么来的？你这个四本来我们题目还不知道几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这个同学，他把花到花在后面，你觉得他这样算是对吗？不对。好，谁说不对？来告诉我哪里不对。等一下，你讲之前想一想，你们怎么知道哪里不对吗？不对。只有你知道。哦，你这个地方太厉害了吧？说说看，你觉得哪里不对？你们听懂他讲什么吗？听懂。听不懂，他写出来你们就听懂了。如果要写算的话，写3乘以12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说说看你写的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三个。三什么意思？三什么意思？先讲。三就是三个果冻装一袋。三个装一袋，好漂亮。来，然后呢？这个括号什么意思？括号就是表示不知道是几袋。不知道几袋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是不知道几袋。很漂亮，再来嘞。12是，题目上面有写十二个果冻。总共12个果冻，对不对？清不清楚？清楚。非常清楚，掌声三下的，去。惨了，他们又中了一只哎，那一个人就给我中两只熊熊了哎。谢谢你啊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所以我就徐老师告诉你呀、啊，你不要一直。你不要一直用算式，一直用算式。徐老师不要你知道，告诉我答案，我们答案知道。我要告诉你，你这个答案你是怎么想的比较重要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这样听懂了吗 ？OK 吗？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写这样的。如果你要写的话，是写它这样子就可以了，然后把式写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漂亮，这样就过关了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这样才可以。好，徐老师还有一个问题。除了乘法以外，还有没有人可以写不同的方法？你都误会徐老师的意思，要讨论。我给你1分钟讨论，快点！还有乘法不要再写了，不要再写乘法了，嘿。停！忘记跟你讲一件事。譬如说，先讲哦，这里有一个同学写这样，这个符号你们看过吗？停！坐下。我要警告人了，有一个同学没在听我。如果你写这样，你
你要自己会解释你写这个是什么意思，你才会得到熊熊哈、哦。你不要出来说老师，徐老师就是因为这样，我问你都不会讲，那不会得到熊熊，这样懂了吗？要像刚刚那个同学这样讲得很清楚，才会得到熊熊。所以你如果不知道，你就不要写，你写了你就要知道，这样懂了吗？可以哈、哦，来两分钟给你讨论，来吧。乘法不要再用了，不要再用乘法了、哦。漂亮，那还可以再讲另外一个，万一这个被讲走了，还有，对，你懂吗？还有一种方法也可以。对，你要擦掉，你要擦掉啊！要写算式，你要画图的，要写算式的，嘿，很棒哦。你怎样？没事。七百元哦，你看到吗？要写算式，要写算式，你们怎么都没算式？要写算式，你不能再写乘法了哦。乘法已经得分得错了哦。好，可以了吗？还没，要画好了，画好了。你们都不会啊？我想一下，停，同学停，你看到讲停。徐老师忘记告诉你们一件最重要的事。不是，如果你们四个都不会的话，讲你们现在四个都写不出算式，对不对？老师徐老师有一套很好玩的方法啊，就是你们四个可以出国去留学，就是譬如说你的好朋友在那边，你去听他讲，你学一学，等一下如果抽到你，你也可以得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他来你们这边留学的话，你把他教会了，对不对？他得到一只熊熊，你们也得到一只熊熊，这样你懂吗？这样知道吗？所以你们如果都不会，不要在这里这样子，就赶快去问人家，这样知不知道？会不会？我再给你两分钟，可以吗？开始，赶快去问，赶快去问，赶快去问。
来，他讲了第一代，那第二代的来，讲给裁判听，快点。会吗？会，我要走人了。哦，那不行了，拍摄。所以我就跟你一直跟你讲，你们不要一直自己写，要跟同学讨论，知道吗？好，来，你们还有加法吗？好。啊，不是加法，还没讲完呢、啊。来，你们有加法吗？我会加法。啊，你会加法，那你来讲。来，这张借我们一下吧，这张借我们一下，来，来，对你刚刚这张借我一下，来，他们会讲，你们注意听好，来。三个装一袋 ，OK。然后我们要把它加成等于，而且他说它是十二，听到这里听懂吗？他说三个一袋嘛，所以他要加到最后要变多少？十二嘛，所以加到最后说要凑成十二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来，你看到来，那你加了几次？一、二、四次。哦，四次。那请问你四袋嘛？哈，四袋在哪里？你可不可以提出来？四袋在哪里？你这里没有四啊，四袋在哪里？这里有没有四？没有四哦。啊，请问你四袋的四在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你好厉害哦。我知道。你也知道。我知道。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本来是你们的，来，你来帮忙好了，来。你走，你闪点一点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我等一下问你哦。永泉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他们有。有，来，他们拿四袋，你知道？你再比一次。四袋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好棒，来，掌声塞下一杯气。一人一只了。哦，现在我懂了，原来加法就是这样，一袋有三个嘛，三个哦，加到十二就好了嘛。来，接下来减法，来，有用减法吗？没减法，不会。你们也是减法哈？那你们没有都不会。我没有。你没有减法啊？你举手。好，你会讲的，你来讲来。啊，你借我一下好不好？来，你借我一下来。你自己在那边讲，来，你自己，你想要怎么写来，快。好，最后有多少？看懂吗？看懂吗？看不懂的举手。哎，有人看不懂，所以你要告诉他们。没有说法。等一下，你不要擦掉，你在这边先留下。你刚刚那个不要擦掉，12除以3嘛，哈，你写这样对不对？好，来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来，现在还答你是四袋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四袋在哪里？为什么要在哪里？然后你这十二什么意思？十二就是全部的。哦，全部有几个？十二个，那为什么要减三？因为还有三个装，那为什么要减三啊？剪了之后会怎样？剪了之后会变成一袋油钱。啊，剪了之后会变一袋油钱。请问你十二减三是多少？四。十二减三是9呢。有啊。那一袋变9个。不会，我会。比较紧张，比较紧张，是他的，先问他，问他不会有，就会找别人，好不好？啊？一袋变9个，一袋变9个。然后9个。嘘，同学，一袋有9个吗？哎，拍谁啦？谢谢啦，哦。你要救他来，你要救他来，你快来，那个来，元浩，元浩有举手啊？快，哎，赶快来解救前线战士啊！什么意思？快点，我等你10秒，你不要快点。就是那个。哪个？减三什么意思啊？三个装一袋，三个减三，是再来剩下9，什么意思？就是
是这个九什么意思？九的一代吗？九不是是什么意思？还剩下九个九个，还要减三。哦，还剩下九个，所以你要不要来这边写一下？所以他你就太急了，你写那么多，那他那样写我们不懂，那你要不要再来怎么写？再来怎么写？写在下面，写下面。哦，不要那么快，不要那么快，不要那么快，一直下来干嘛？来，再来怎么办？好，什么意思？来讲一下，什么意思？讲一下。就是九个，九个，然后装三一袋。九个再装一袋，所以这个六什么意思？六，就是剩下六个。哦，装完就剩下了几个果冻？六个。六个啊，可不可以再装？可以。那、啊、再来要怎么写？来，你讲，你讲怎么写？六再减三。哦，六再减三，为什么六再减三？六是什么？因为六个还可以装。哦，六个可不可以再装？可以。可以啊，所以他要继续装，对不对？那答案多少？三。三再减三。哦，三再减多少？第一个。一袋多少？哦，漂亮。好，现在你告诉徐老师，你的四袋在哪里？你的四袋在哪里？一二三四。哦，一二三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请问你徐老师问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你快得手球了。请问你有几个三？你减了几个？四个三，对不对？漂亮，掌声鼓励三下。啊，这样我才懂，你知道吗？同学，这样我才懂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不要，我觉得你们很多同学不要。譬如说，来，我问一下、哦，来教你的，你看啊、哦，徐老师今天教你一个观念，好不好？不懂的不要随便写。我知道你可能是安静班老师有先教过，对不对？三除以四等于。啊、不然这你发明的、哦。不是，是妈妈教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妈妈教的啊。那就那那徐老师误会你了，好不好？这什么意思？会讲吗？会。好呀，有人会讲这个吗？还有人写什么算是的？我看刚刚还好，对你们这组来，你们这组来，你们写这个。来，谁要讲？谁要讲来？你要讲来来，你说，来先听他讲，麻烦他先讲来，你先讲。那个三除以四什么意思呢？先你等一下再讲。你说来，陈开，你说三除以四什么意思？三除以四。注意听哦。三个。三个装一袋，嘿。四就是。四就是什么？他怎样？讲不出来的，对吧？好像讲不出来的，这样可以讲哦，没办法讲。来，听听看啊、哦，来，谢谢。来，换你的，来。来，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写十二除以三，这个还没有教过，没关系。但是我们听听看，他到底是真的懂还是真假的懂？来，什么意思？十二除以三。哎，裁判就你了，好吧？当我当裁判，来，注意听看。什么意思啊？十二是什么啊？不是，我是说十二是什么啊？徐老师跟你讲，一节课快下课了，你们还不懂？你要知道你写的是什么东西嘛，你要知道才可以讲啊。十二是什么？十二就是什么？哦，十二个果冻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，我接受。再来，除以三什么意思？三袋啊？不是，一袋哦。不是。行，来，谢谢，不要再举手了。三个。来，徐老师，因为时间快了，徐老师要告诉你一件事情。我知道你爸爸妈妈都很着急，或者是你去安亲班，老师都会先教你。可是你只会算法，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哎，你完全都不懂什么是除法，你都不懂，知道吗？所以不懂的东西不要随便乱用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人会讲除法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那我们现在教你，真的会吗？在不会啊。现在徐老师教你什么是除法，好不好？像这种题目，来回过头来看哦。这种题目哈、哦，我们说加法、减法跟乘法，我们都刚用过，对不对？你觉得哪一个方法是比较快的方法？除法，加法，乘法，停，加减乘这三种方法，刚刚我们都听懂，对？哪一种方法是比较快的方法？漂亮，那刚刚乘法是写，那怎么写？三什么？三乘以，这是在写什么？这是写什么？好聪明哦，然后乘法，然后呢？
就是我们会背九九乘法就多少？3、4、6。徐老师今天教你这种题目，有一种方法，新的方法叫做除法。好，它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我们可以把它写成，它就是这样子，它的记录方法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叫做除号，来，这个什么意思？12。什么意思啊？12个果冻。除以三。什么意思？3个装一袋。没错，3个装一袋。这个除号除以三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在这里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要变成零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说装几次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它是说12颗果冻，三个装一袋，啊，每装一袋我们是不是减三？所以12有几个三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掌声三下也去。我们班学生太厉害了，所以这个来，我再讲一次，这个十二什么意思？12颗果冻。除以三什么意思？三个装一袋。对，最后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对，装几次嘛？对，装了几次？装几次？是，所以答案是几袋？4袋。太聪明了，来换一题啊！哎，哦，真的太聪明了啊！忘记跟你讲，对不起，还有一个方法忘记告诉你，来，12除以3等于4嘛，哈。这个是什么号？这个12号。12号，猜猜看，12叫什么数？来，以前你有没有学过？倍除数。这个叫做倍除数。这个三叫除数。最后这个三七，有人说七，我好喜欢你哦。抓着的哦，不能讲话。在乘法的时候叫做七，在除法的时候我们说它叫做沙，这样知道吗？老师，为什么它叫做沙呢？为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大家讲好就好，它的名字就叫做三，这样知道吗？在乘法的时候就叫做一，在除法的时候就叫做三，啊，前面都一样啊。那我们一起说一遍，这是什么数？倍除数。这是什么号？除数。对，除法。这个除数三。这个怎么念都不会，怎么念？全部念过来，十二怎样？12除以3。哎，等一下。我刚刚有听到12除以，不是除以哦，12除以，知道吗？啊，除以哦，不是除以哦，来念念，12除以3等于4，念念。12除以3等于4。漂亮，太聪明了。来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现在我换一个。
还没有加法的，没有加法。来，我们先听减法了。来，立判，来听看什么意思？停，等一下，我真的建议你们不要一直减这么多啊，要一次一次慢慢减，可以吗？来，十二减三等于九。停，请解释什么意思？这十二什么？哦，十二个果冻，好棒，我听懂了。这三什么意思？十二个？哎，可是果冻可以减人吗？不行。三个人，哇，人。对啊，分给三个人，对啊。可是果冻是个嘛，那、啊、这个是三个人嘛，怪怪的，是不是怪怪的？怪。还是谁可以帮我解释这件事情？来，谁没有讲过话？你没讲过来，别闹。不讲过了。好，那、啊、谁没讲过话？好，那就你了，别闹，快点，快点，别闹，快下课来。你回去想一想吧。哎，你们有没有跟齐老师一样有这个问题？这个是果冻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这是十二个果冻，而这个是三个人啊。果冻可不可以减人？不行。不行哎、欸，来怎么办？你说。十二个。嘿。我就说果冻不能减人啊，你怎么？谢谢，回去来。你知道？好，你说快点，最后一个，我下课了。这是十二个果冻。对，十二个果冻。那个每个人就先分一个，所以三。好、哦，听懂了，来讲给大家听，来怎样？每个人。每个人先分一个。每个人分一个，所以这个三代表什么意思？不是有三个人分一个。三个人才分一个，所以三个人每人得一个，所以这个三这个单位是什么？三什么？三个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是三个？为什么是三个不是三人？因为每人先分一。哦，原来他是一个人一次分一个，对不对？一个人一次分一个嘛，好，所以分完一次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人单位什么？九是什么？九二减三。不是，这九单位什么？九是什么意思？剩下什么？剩下九个，漂亮，这我懂了，这样知道吗？再来，九二减三。哦，好，谢谢，来掌声三下，谢谢。我懂了，嘿，徐老师终于懂了，嘿，果冻不能减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原来这个三不是人呐、啊，原来这个三是三个人，但是每个人怎样拿到几个？一个嘛，所以一个人一次分一个，所以一次分完之后就会少三。